万众一心，觉得这名字挺好的。中文叫什么？说万众一心，那叫万众，然后把众字群众的众改成重量的重，因为毕竟我们搞的重金属。在粉碎之前，我无法回头，我已经归于寂静。第一次上台，别人唱了，屁都不敢放，吓坏我了。98年去贵阳，我上台拿着话筒，台下坐了1000多人。一句话都不敢说，最后还是调音师在后边说一句：“下面有我们谁谁谁，然后带来演出。”然后我才敢出声。啊，第一次紧张坏了，手都在抖。小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摇滚乐，那以往你听到所有的声音都不一样，让你就从内到外像躁动的那种感觉，你想把自己东西全释放。乐队拿个乐器在舞台上，哇，太酷了。喜欢这些东西，我家里人对我都特别支持。我母亲跟我说，说怎么着你也得找一专业点地方去学。后来我在迷笛专业学音乐的时候，就学的是重金属吉他。那一天我又喝醉了，世界骤然间就变白了。我有一个亲戚，这也不是干一辈子的，我问他，那什么人能干一辈子？我去哪个公司上班去？公司倒闭了，裁员把我裁掉了。我能干一辈子吗？我干不到，而且我还不高兴。那我干这个，我高兴，我自己钻研这东西，我能把这东西发扬光大，我凭什么不能干一辈子？你能拿自己的爱好当成自己职业，这是多幸福的一件事。我当时是认识一个东北女孩，然后她跟我说来北京学艺术，我说来啊，说不行来不了，我说为什么呀？说家里人不让。给你养这么大干嘛？长翅膀硬了，啊！不过不在家给我养老，就往往就好多这种家庭扼杀了好多，年轻人的梦想啊或者什么的。然后就因为他这事儿，我写这首歌叫《明天》。万众乐队第一张唱片在北京的首发式的时候，然后当时这个女孩就冲上台了。我们乐队这个 logo， 她十字绣刺了一个这么大一 logo。她说我从家出来，我来到北京，啊，这件事让我挺感动的一件事。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我非常感谢万众乐队，他们给了我力量，然后现在我已经到北京了，然后我已经，然后我这儿有一个礼物送给万众乐队。摇滚就是代表了一种精神，我觉得中国也有摇滚精神这样的艺术，像老一辈的相声演员，我觉得那些他们在讽刺这个社会，非常勇敢，去揭露一些这个社会一些疤吧，一些硬伤，他敢于去揭露，这就具备了摇滚精神。但是我们可能是把这种精神用音乐为一个载体，然后给它表达出来。我觉得这是摇滚，是我理解的，我个人理解，可能每个人理解这东西都不一样吧。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挺好，我想干嘛干嘛。而且一切都是照着我最初想的那个目标在走，而且没有什么偏差，就挺好，这就是自己。到底什么是先锋文化？那我可能我就活在这文化里边。有时候你忘了词了，你明明知道台上没一个人会唱你的歌，然后你还问。话筒给台下，我一起干。忘词儿这段过下来，还跟台下竖大拇哥，耶，真棒。有时候你看台下人这样一比划手，我都想下给他大拇哥给掰下来。终于结束了一天，可内心仍在。